科技的东西没这么多，没这么进步。那我那人家以前的人也在过活嘛，以前的人也在吃面包嘛，我们就学以前人家做的方式。其实你是回归自然。人的气劲，一种那种气劲，那种自然的。现在的人越来越爱这样。那你如果再去学的话，无非就是再加一些东西进去，你再去学。